小城故事。回头望望，沧海茫茫，东方之珠，永不折磨。蓝色的夜，蓝色的夜。加油，因为跟很多前辈们一起还是有压力。一天有锻炼了多久？一天。动作都排练好。是的。都展示一下。有什么禁忌吗？不能插兜。挺直腰板。挺直腰板。不能插兜，抬头挺胸，微笑。动作中秋节，动动中秋节。而举世闻名的广州大桥，也将借这个经典潮水连排一律。来看一下最终的成果吧。回头望望，沧海茫茫。